二十八号是二二八事件七十四周年纪念，嘉义市长闵辉一早率领市副主管、甲二二八受难者家属代表高英杰，甲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嘉义中会黄志宏牧师，做伙伫嘉义二二八纪念碑进行默哀献花，表达对二二八受难者的追思哀悼。今年是二二八事件发生届满七十四周年的日子，嘉义市政府今年都会对此活动，虽然因为疫情缩小规模，但是市长吴敏辉一透早就带领市府主管来到二二八纪念碑头前，和二二八受难者家属代表高英杰，佮有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嘉义中会黄志宏牧师，做会默哀一分钟。祝贺神辉行到纪念碑头前献花，以简单隆重的方式表达对着受难者上界深深的悼念之意。我想献上鲜花是传递出爱与和平，希望由这伤痛当中再继续教训我们，走出未来，迎向光明。在这里呢，我想这样的伤痛是一辈子的，追求人权自由是普世的价值，追求和平、稳定、安乐的世界是所有人民所期待的，也是先烈们他们所期望的。我想今天站在这里，就是心中纵使有满满的痛，但是期望能够继续教训。历史应见不远，74年之后，我们还是许多的伤痛，还有待大家一起来努力，一起来迎向未来的光明。今天也好久不见的高英杰高老师一起在这里，他还是努力认真的，刚刚听到不但做志工，更重要的也寄书父亲的他的书信整理了他一些书信哈，还有这些，我想这些作为包括周主的古谣哈，都让我们觉得音乐艺文，我们也所有的方式都能够迎向未来的光明。除了伫咧二二八纪念碑头前的对思活动，嘉义地区档案史料特展对即日起嘛在嘉义市二二八纪念馆展出，这是嘉义县受难者资料收到完全呈现，总共有387位。特展公布当时登记在册的受难者名单，透过宣传展览，和社会地震了解历史，新冠事件真相，寻求社会公益，也希望受害者清白。最新新闻，张丁松、王小三加一起采访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